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人的一生当中有这么多的机会，当机会到的时候，你会不会选择成利好？我相信所有的投资朋友们，在今天整个台股的大盘里面，唯一最抢眼的一档股票就是四星 KY。 我相信所有的投资朋友们有看过陈立豪的电视节目，你就会竖起大拇指说，陈立豪你真的很厉害，为什么你不离不弃？各位，这档股票我讲了三年，我也做了三年，我一直跟你们讲，股票不要多，你就来回做价差，你就赚不完了。各位，你看一下我的车标，一档股票当你可以创造出18770块的价差的时候，各位，那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。我在今天，我要求所有的投资朋友们认真的用心的去看完我今天的电视节目，各位，然后帮我鼓鼓掌。我也希望所有的投资朋友们能够跟着我们一起打江山。各位，五月份要结束了，你自己问一问，五月份你做了什么？然后各位再看一看，五月份3661的四星 KY， 各位，我们做了几次？我等一下全部跟你讲。各位，你相不相信上个礼拜五，上个礼拜五我又买回四星 KY？ 你一定不相信。而且我一大早，早上7点多那一通讯息，我就告诉我的会员，四星 KY 如果有拉回1510到1520，全部再买回。各位，我们买到最低价。各位，今天攻到涨停板。各位，这档股票我一直跟你们说过，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只做一档股票的人，可以来找陈立豪。这只股票我非常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。各位，我先让你看一下，我上个礼拜我是不是送给你们一档礼物？各位，我上个礼拜有没有跟你讲，继母亲节大礼之后全面攻占？各位，你有中两号来电吗？我上个礼拜跟你讲，继母亲节大礼之后全面攻占，各位，你有没有来电？你的手机号码有这么多，013478，你有中两号，有没有来电？各位，你知道来电的电话量超过400通，400通。各位，我先打开让你看，打开之后你一定会讲说，老师，你打开了这档股票真的是要送给我们的股票吗？各位，你放心，我陈立豪我不会造假，我不会作弊，我不会欺骗，我也不会吹牛。而且我今天早上一早还没开盘，我的很多亲代的会员都有传赖给我，老师，你在电视上所讲的那档股票是哪一只股票？我等一下如果拿给你看，我有任何的造假作弊，我一样退出股市。如果没有，各位，请你跟着我陈立豪一起打江山，因为我说得到一定做得到。各位，继母亲节大礼之后全面攻占，各位，你有打电话进来吗？我直接打给你看，就是3661的四星 KY。 各位，全国的投资朋友们一定会吓一跳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现在拿出来给你看，我只要有造假作弊，我退出股市，好不好？你先看一看，我今天早上人家我的会员问我，我怎么回答，你注意看。各位，我上个礼拜5月26号我送给你们的礼物，各位，就是四星 KY。 你看一看5月29号的今天，各位，今天两个字，今天两个字，老师，节目上说的是哪一档股票？我跟他回什么？四星。早上8点46分，我跟他讲8点46分，各位，我跟他讲什么？他问我，老师，节目上所讲的那档股票是什么？四星。好，各位，这是
一个会员问，另外一个会员，各位注意看，各位了解兄弟，上个礼拜五电视讲的那一档股票，我来专攻。各位，他问我是哪一档股票，我今天早上8:03跟他讲四星 KY。各位再看另外一个，这个会员也在问老师早，请问电视说的那一只股票是什么？搞不好这个更早，7:38，我说四星 KY。他跟我讲谢谢，已经有三张了，均价在1530。结果，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我是一个不造假、不作弊、不欺骗、不吹牛的老师，我就是这副德性。你只要今天早上问我的，我一定就在讲四星 KY。而且各位，真的，你看看我上个礼拜怎么买，请看。各位，如有造假作弊，退出股市，请看。各位，这是上个礼拜五，各位注意看了，礼拜五两个字，礼拜五两个字，各位你看一下来，礼拜五两个字哦，可以移动的。各位，我念给你听，3661四星昨天出的漂亮。各位，你记不记得我们礼拜四出到1670有没有很漂亮？那各位，礼拜五哦，注意哦，3661四星昨天出的漂亮，今天1520到1530再买回。各位，1520到1530再买回，早上几点？各位，5月几号？5月26号早上几点？5月26号早上几点？早上7:39。各位，请看，各位，3661四星昨天出的漂亮，今天1520到1530再买回。好，各位你看哦，这早上几点？这是礼拜五早上7:39就在讲。各位，后来我又再讲一次。各位你看，我叫会员买多少钱？各位你注意看这一通，5月26号早上10:26，会员注意看到了吗？做股票一定要有耐心，3661四星1500到1550可以接回了，各位可以接回了。为什么可以接回？各位请看四星 KY， 你看看礼拜五最低多少？各位注意看，礼拜五的最低1505，收盘1510块，全部成交。各位，最低1505，收盘1510，全部成交，而且收到最低价1510，全部成交。5月26号，各位，我5月26号讲多少钱？我5月26号讲多少钱？各位，5月26号，会员注意看到了吗？做股票要有耐心，四星1500到1510可以接回。各位，你看我早上7:39那一通，你看我7:几，各位看，各位看7点，来看一下上个礼拜，我刚刚给你看到，对不对？各位上个礼拜看一下，哎，这边礼拜五，好，各位来看这个地方，最早礼拜五的早上，你看看我在讲什么，有没有1520到1530？有没有再买回？各位，这就是陈立豪，你帮我鼓鼓掌。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不会欺骗，不会吹牛。我送出去的股票一定让你买得到、赚得到，一定可以让你改变你的生活方式。所以各位，继母亲节之后，各位中两号马上来电，全面攻占。各位四星 KY， 你看今天，你上个礼拜如果早一天跟我参加，你早一天跟着陈立豪，你上个礼拜五5月26号你一定买到最低价。各位今天直接攻涨停，各位看，各位你看到了吗？股票要多吗？股票不要多。哎，如果你在上个礼拜你就相信陈立豪，各位你今天四星 KY 是140块的价差，我是讲极大值买到爆到最后的，各位就极大值140块，十张就好，140万。各位你记不记得我在上个礼拜我怎么跟你讲？各位我还有拿给你看呢，5月26号早上10:46才来，早上10:46才来1510哦。各位，我在7:39就在讲了，
7:39就在讲，你看，再看一次。对，这是5月26号早上1520到1530在买，各位早上几点？早上几点？7:38。结果10:46才来，全部成交再买回。那时候各位成交有4000多张，各位你看那一天的成交量多少？你注意看，那一天的成交量6500多张，各位到了今天也是6937张，各位你看到了吗？你要相信陈立好吗？一档股票，我不是跟你说过第七期从化区台中的客户吗？光利用一档股票四星 KY 把赔掉的3亿全部赚回来，不但赚回来，又买了房子，又买跑车。各位今天又打电话进来了，老师真的谢谢你。各位一档股票就不用多，哎，各位我让你看一看我陈立豪。我其实一路以来我都跟你讲 AI 人工智慧，对不对？ AI 人工智慧你愿不愿意相信而已。3月1号我当初就跟你讲 ChatGPT 聊天机器人 AI 人工智慧，3月1号跟你讲。我那时候不是跟你说吗？我说王仁勋先生啊，3月20号跟你讲，有没有4大 AI 最砰的，最夯的，对不对？结果各位3月30号马斯克看不下去了，对不对？我陈立豪怎么在跟你电视上讲？只是你们不愿意相信而已。我不是跟你讲最夯的就是 AI 人工智慧吗？不用去买什么股票，你就玩一只股票就好，来回做价差就好，你就赚不完了。各位我们是先知先觉啊，我们跟其他的投顾老师不同啊。你看那些座谈会节目的，那些鬼打架的，从头到尾就在吹牛比赛的，今天涨什么讲什么，今天跌什么必讲，对不对？各位这种分析的老师，这座谈会的节目你到底要看什么？在浪费你的生命时间。所以各位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你愿不愿意相信而已。各位今天为什么四星 KY 会攻涨停你知道吗？啊，各位因为王仁勋先生，各位 AI 的教父，在发表演讲，在发表演说的时候有大概提到了这档股票。所以各位王仁勋先生有没有补上辉达的关键拼图？我多早就跟你讲了，所以我说一下，全国的投资人都是一副鸟样，全国的投资人都是一副样子了。今天报章媒体杂志讲什么就赶快带着钢盔往前冲，就追什么。你为什么当初没有讲的时候不跟我们一起上车？为什么还没有讲的时候，媒体还没有说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打江山？你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媒体都在讲的时候带来凑热闹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那因为我们跟你不同啊，我们是先知先觉，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。所以各位5月26号再买回，你敢吗？1510呢，纵使你1530买到好不好？纵使你1530买到，我再讲一个故事给你听。我有一个会员那一天买到1530，还有一个买到1545，打电话给我，收盘的时候不是收1510吗？老师啊，你怎么会叫我买这么高啦？老师啊，我怎么买到1540啊？会不会死掉啊？老师，这张股票会挫赛？老师会不会干嘛干嘛？一直问。今天攻到涨停板，改这张股票攻到涨停板。那各位，那之前的一些的疑问就不见了，不攻而破就不见了，这就是人性了。然后我跟他们讲说，今天涨停板你敢不敢去放空？今天冲上来你敢去放空吗？同样的啊，老师啊，啊放空会不会被嘎空？老师放空会不会又再涨上去？
各位，这就是投资人的鸟心态，就是这副德性。你跟他讲叫他去买，他也疑问一大堆；你叫他去放空，他一样疑问一大堆了。那干脆各位，你看结果论就好了，不要问了，不用问了，你浪费你的生命了，不要问了。听得懂吗？反正我负责带你进，我一定负责带你出就好了，就不要问了。反正你赚得到大钱就好，你就不要管了。听得懂吗？各位，四星 KY 我讲了三年，做了三年，我的价差已经赚了18770块。我连上个礼拜五哦，我都还告诉我的会员1500到1520、1530随便啦，看到就买了。你敢买吗？今天攻涨停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过，我跟别的老师不同，我送出去的股票一定是有原因的，我不会乱送。我一个礼拜搞不好只送一次而已、啊、我一个礼拜只送一次股票、啊、我不用每天送啊。送到之后拿到之后就是要能够大赚，那才有用嘛。之前送给你利基狂飙，飙了四天，空了三天涨停板，对不对？之后送给你高利，各位，高利母亲节的礼物狂飙，涨了58块。这一次又跟你讲全面攻占，就跟你讲四星 KY， 你敢吗？对不对？再看一次，把照相功能全部打开，好不好？你拍照存证，只要抓到我作弊造假，我就退出股市嘛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也知道很多的投资，很多的一些投顾老师很希望我退出股市，因为他认为我做的太棒了，真的太好了，知道吗？很多人说啊，有陈立豪在，他就没饭吃了。各位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各位，你看，各位，5月26号可以移动的、哦，可以移动的、哦。你看看我一移动，5月26号就出现了。昨天出的漂亮，我们那时候不是买一样15201530吗？结果出到151670吗？结果各位，我们后来5月26号又买15201530，再买，有没有看到？各位几点？7:38就在讲。我怕我的会员买不到，你看看后来我又在说，你看，我怕我的会员买不到，各位看到没有？会员注意，看到了吗？做股票要有耐心啊，3661的四星1500到1510可以买回，可以接回。各位几点？5月26号10:28再讲一次。那你看看那天收盘收多少？那天收盘就收最低1510呢，各位就收1510呢。你看，我不是跟你讲吗？1500到1510都可以再接回吗？你要多少有多少，你敢不敢的问题而已嘛。你有没有那个勇气、霸气跟行动力？我不是跟你讲吗？你今天在股市里面讲的再准、再好、再精确，有跟屁用？你要敢，你那个行动力要敢做，听得懂吗？给我讲多久了？现在全市场都在那个王仁勋先生出来讲了 AI 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， 对不对？人工智慧。那各位、啊、奇怪，我在讲你就没在相信，别人讲你就相信，你是 神经病是吗？你一定要 去追高杀低你才爽是吧？啊，所以各位真的，如果你真的做到了，你真的敢买了，各位到了今天的极大值就是140块，对不对？极大值啊。那各位，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，10张就140万，100张就1400万。那各位，我问你一件事情，当你看到今天涨停板，你敢去放空吗？你敢去放空吗？搞不好你去放空，明后天他就拉回给你看，对不对？或许各位他到时候会拉下来给你看，对不对？你敢吗？你永远在结果论出来之后，哦，陈立豪讲的是对的。各位，我们都提早布局的。各位，什么叫先知先觉？懂了意思了吗？在台湾做股票，各位，你纵使没有办法先知先觉，你也要后知后觉吧。后知后觉就是我讲了之后你再去做，叫后知后觉。你不要不知不觉啊，不要不知不觉，听得懂吗？
各位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？这些股票很恐怖，涨跌之间几十块到一百多块、一百块、两百块的价差，吓死人了。买车又买房，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们，做股票真的没有这么难，难在你的心里面。我上个礼拜送给你们的礼物，你有来要有来拿吗？对不对？你看我，哎，我5月26号送给你耶，到了今天5月29号，我的会员在一早就在问我，今天两个字，老师早，请问电视说的是哪一支？早上7点38分就在讲四星，而且他上个礼拜就已经买到了，他上个礼拜就已经买到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看，另外一个会员也在问，老师，节目中说的是哪一档？四星啊，都是没开盘之前，都还没开盘之前8点46分啊，这个也在问，对不对？一样啊，四星啊。我不是那种会造假、会作弊、会欺骗的老师，这样你懂意思了吗？各位全国的先生、小姐、女士们，你懂意思了吗？你如果真的要赚大钱，你来找陈立豪，真的我可以帮得到你。我带进一定负责带出，因为这一档股票的筹码我太清楚了。各位，你如果只要玩一档股票的，只要做四星 KY 的，你的资金如果有300万以上的，各位你来找陈立豪。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绝对不是天方夜谭，绝对不是天方夜谭。你自己看一看一档股票来龙去脉，可以赚这么多钱的价差，吓死人了，绝对不是天方夜谭。你300万要变成3000万，马上来电好不好？各位，我不想浪费你们宝贵的时间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了，不要每天只要名牌了，要名牌你也不见得会买嘛，对不对？送给你的一样四星 KY，当你看到四星 KY 的时候，你一定又在讲啊，怎么又是四星 KY？ 各位，它会涨停板，你管它什么 Y， 它会大涨，它会让你赚钱就好，你管它什么 Y， 对不对？所以各位做股票要多吗？不用多了，很多股票来回做价差你就赚不完了，好不好？真的，各位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一通电话而已，我真的可以帮得到你。各位，你不要再犹豫了。你的一生当中最大的决定在你自己的手上，不在于别人，好不好？各位，休息之后再回来。全民抗涨大作战，888抗通膨专案，让您轻松的负担，帮助您快乐的赚钱。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
我现在在现场的节目，我的很多的会员传讯息给我，谢谢老师，感恩老师。各位，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哦。其实四星 KY 这档股票，我们为什么一直来回做价差？各位，除了它是 AI 人工智慧的股票，像那个力旺，我们也是一样一路一直来做这档股票。今天这档股票盘中也一度大涨，有没有？一度上攻，各位真的，你看，我跟你说，我提到的股票真的，我跟你讲，真的都不得了。你只要照我的话去做就好，真的，不管做多做空我都 OK。那各位，你有留过电话的人，真的，你不要客气，你就告诉业务同仁跟着陈立豪打江山。我跟你说过，迈入六月份，行情很大，非常大。如果你会做，跟我们一样灵活操作，两边大赚，真的，好不好？各位，真的，跟着陈立豪，没有什么可以那个的，什么都不要想，一通电话就好。跟着立豪，安心放，信用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。祝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明天操作愉快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